今天是106年3月24号的早上，我们待会要来离开这个池上。昨天晚上我们住燕之家，昨天晚上我们进驻在燕之家。今天是106年3月24号的早上，我们从池上出发，往上开，要到花莲，鲤鱼潭。现在正在准备找早餐店呢，尚未吃早餐。莫讲啥早餐，莫讲个多丁一了了，就该来回啊。现在池上上来就是富里，现在的时间嘛是7:40。好，开始。早安 ，Good morning。我们环岛之旅今天是进入的第三天的早上，
现在我们从池上呢那个燕之家啊、哦、住了一个晚上，现在的时间是7:40，我们是往上开到富里到花莲，然后一直玩着回去。好，祝我们一路顺风。哎，你们一路顺风啊、哦、哎，大家一路顺风。哎，很好。哎，这个开车的这个大司机大哥，啊，非常的辛苦。这三天来哈、哦，由他把关。嗯，这个老司机，啊，优良司机啊，啊，我们可以安心的搭他的车子。啊，司机大哥叫宋连成先生。哎，莫上家，俺六货家。我在路火车，哎。都无，现在时间嘛是9:42，我们来到这里了。兆丰农场。哎，我来过了。我买票啊。哎呦，我要买票啊。哎。买落去啦。哎呀。买啦。买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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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啦。我呀，好嘛，我呀，不能问。按发时间咯，节目按发。那台子的震动的有个塔掉下来。在哪里啊？没事哎。你要去的是哎呀？没。震动哎，震动哎。哇好哎。哇好哎。要落去清洁清饭了，还是怎么样？哎呀，你这个又有鸟鸟你，那平常你们鸟言哪有鸟味？没鸟味啊！哎呀妈，哎妈！搬来属于我。哎，没意见啦，我买票。哎，你还老去吃了都差不多休息了没啦？该这样，该就该哎，对啦，哎，够困难啦啊！凡是到哪里先进去。那我们算到时间啊不够，我们那个什么，那其他的就不要去呀、啊。花莲鲤鱼潭啊，花莲鲤鱼潭，
花莲鲤鱼潭啊。